你不会吗？我不会啊，看出了太过情绪了。忘了吗？一分钟看似平静，不如今，是不是？是双手完全放松。 加快速度，放下双手，也难了吧？伸出你的手，掐住自己的右脸，邀请身边的人掐住你的左脸，同时用吃奶的力气横向往外拉。 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看到吗？什么？就刚刚那个黑色衣服的那个男的，然后他好像按了两层电梯，然后他又不进来，就是。没有人啊，黑色衣服的，什么黑色衣服？没有人吗？是黑色衣服的那个高高的。 他怎么每层都在？白色鞋子没有了，没有，他每层都在，哪一层都在？好，好几层都在，同一个人我看到同一个，为什么每层楼都有？你看这个没有了，什么？现在没有了，刚刚有。我没走。好久啊！你们一直这里。好，可以看。 就是写我们在拍个抖音，这个眼神我们的演员，发明的，就很搭。就看到那个，可以。你也想一起玩的话，我可以陪你玩呢。就是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帮助你，帮助你，是这样。我们是路人测试，好，就你就是那个路人。我觉得我找不到女朋友了。那么创造的时候，只是说我不会聊天，说我是个直男。那很简单啊。比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一个女生走过来问你，你回来现在。 最幸福是什么时候？你怎么回答？上一次就是有个女生这么问我，我说，哦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把我删了。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直接跟他说你和他见面的那一刻的时间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。嗯，我最幸福的时候是2020年4月18日5:38，遇见你的那一刻开始。 但是你喜欢什么样穿衣风格的女生啊？我要看一下。黄色头发，白色上衣，穿短裙的，女孩子。原来你是喜欢柠檬黄、珍珠白是吧？不，我喜欢螺蛳粉。螺蛳粉很好笑吗？
吃女孩子都喜欢螺蛳粉吧？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要是喜欢一个女孩子啊，我要怎么夸她好看呢？那亏是你，我看到你，我就想戴上我的墨镜，因为你太闪耀了。哇，你今天穿的是什么东西？你这样是追不到女孩子的。那我还缺点什么？得给你买个双鞋。我天，哎，真，天哪，太感动了吧？你喜欢吗？我穿给你看好吗？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有意踩你的。对不起啊，小姐姐，对不起。哇，这个男人神经病了吧？怎么这里会有双鞋？哎，你干嘛打我？我没有打你啊。就我们两个人吗？哎，你们怎么了？不是啊，这是几楼啊？这是几楼？五楼。我刚刚不是在六楼吗？什么情况啊？我妈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妈怎么？来，哦，喂妈，啊，没有啦，我在跟同学在去补习班的路上。对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同桌。阿姨好，我是家人同桌。嗨，这是我的兄弟。哎呦我的妈！阿姨好，我是家人兄弟。妈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校花。阿姨好，我是校花。她除了长得漂亮，她学习还好哦。她能被圆周率小数点后50位。快点！新冠病毒害了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一起来骂他吧！啊，新冠病毒你个臭根儿，害人机！新冠病毒赶紧给我消失，我不想看到你了！新冠病毒你个垃圾，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我也要骂！新冠病毒你个大傻！新冠病毒你个大傻！噔噔咕噜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你在干嘛？那我们先下去了。好。我同学在这。哎，喂，你在干嘛呀？你不要在这里搞什么东西啊！奇怪，有病吧？哎，这个人不是刚五楼出去的那个人吗？他怎么盯着这里一动不动啊？没事，刚刚下去了。不知道是干嘛，有病吧？他可不可以还？哎，你在搞什么东西啊？要看看你搞什么东西。姐姐其实我们在台
拍视频。OK， 我们出来说吧。因为我们是跑楼梯下来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补偿你的礼物。我们不知道你的码数，我们帮你付款就好了。这么好吗？对啊，你有喜欢的款式吗？有啊 ，A B C E。试试看啊，对，这款我喜欢，试试看好久了。我们的视频能发抖音吗？啊，可以啊，这个能拍的。